朋友们，这里是岭丹台华伦岭丹广播。台华伦这一出航，结束了三十四年来的航行，一路走来，感谢有您。虽然离别难免有点伤感，那在台湾航运公司同仁的努力下，于9月5号，全新的澎湖轮即将热忱的为您服务。希望各位朋友，各位澎湖的朋友乡亲们，秉持着对台华轮的热忱，欢迎澎湖轮接受它，谢谢。各位澎湖乡亲朋友们，台华轮这一出航，结束了34年来的航行，一路走来，感谢有你。虽然离别是伤感的，但是在台湾航运公司同仁的努力下，于9月5日，全新的澎湖轮即将热忱的为您服务。希望各位澎湖的乡亲朋友们，秉持着对台华轮的热忱，欢迎全新的澎湖轮接受它，谢谢您。
朋友们，各位澎湖的乡亲朋友们，台华人跟你们道别了，再见，再见。